大家好，我们是 Veg， 我是主唱史旺，我是钢琴手浩廷，我是大提琴手玉芝。您现在收听的是最爆笑、最青春的 Podcast《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觉得生活苦闷吗？还是想杀时间呢？小浩饼打开了电脑，你就爬进来吧。不管你是前青春期、中青春期，还是后青春期，青春爱消遣，让你同感舒畅。阿思雨，我是小浩饼，我是小布。你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什么呢？是青春爱消遣。这集节目就是我们的第23集。对，一定要这么间断吗？不是，我们要从容不是吗？对，因为呢现在看到这个消化饼的这个麦克风前面呢、就贴着一个纸条，有点低寸的纸条，提醒我们讲话要从容，对，从容不迫的节目，让听众听得比较没有压力，听得舒服。其实我们会努力做到的啦。对，好了，如果真的你不舒服的话就关掉，不要听了。你可以去，比如说，就边听的时候边做一点瑜伽，为什么？放松心情。对，泡自己一杯那个、花草茶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比较镇定你的心神。是。好，那我们这个第一个单元呢，在第一个单元进行之前，我们一样照例有我们的心理测验。那这次的心理测验呢，小浩饼比较希望给大家测一些比较爱情的部分哦。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情人呢、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心理测验先了解你自己的爱情观吗？对。好，所以呢，我们看恋爱达人篇有什么适合大家的心理测验哦。这次的题目叫做帅哥溺水。哦，不错哦，题目蛮好的。好，帅哥溺水的题目就是、大家听好咯，如果你在度假胜地遇到一个帅哥溺水的时候呢，是你会怎么做？哇，太有想象空间了吧。对，好，大家应该很希望碰到这种情形啦、可以让自己我有个问题、怎么样呢？就是听众大概自己也不会游泳要怎么办呢？听众不会游泳的话你就假想嘛、就是一个奇幻的世界。好，大家运用想象力就可以了。赶快听听选项吧。 A 拼命救他，也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哦，对，就是我刚刚讲的问题。好好，反正就看到帅哥就一定要救就对了，对，就是第一个选项哦。好，那 B 选项，找人帮忙救他，但表现出十分紧张的样子。好，这个也可以。好，那 C 选项哦， C 选项是等他获救之后呢、再体贴的倒杯水或拿个毛巾给他。好，就 A 跟 B 跟 C。 对，有三个选项哦，我们再复习一次选项。第一个是拼命救他，也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就直接跳下去了、那 B 呢，就是找别人来帮忙，然后表现出啊好紧张，我怎么办怎么办，来人啊那种感觉。是。那 C 呢，就是等他获救之后再就是体贴的就拿些热毛巾啊，然后什么的。就没有一种选项是说人家你把他救上来以后然后你再假装人工呼吸吗？没有这个选项吗？哦，没有。我个人比较偏好这个选项。好，那小布要选哪一个呢？你先选吧，我不知道选哪一个耶。因为我觉得 A 的话就是吃力不讨好啊，就是你可能真的很用心去救他，但结果被他压在就头被压在水里，然后他更不知道谁救了他，然后不然就可能自己死掉了，又、就艳遇就失败，就艳遇就没了。是不是就要去天堂进行下一个艳遇？好可怜哦。那你会选哪一个？我应该会选 B 吧。啊，我也想选 B 耶。好了，那我们都选 B 好了。好，因为我觉得 C 实在是完全没有用了。啊 ，C 就是一个很假好心啊。对啊。对啊。B 的话，可以人家以为他是你是他的女友或什么的，弄假成真啊。弄假成真。给听众朋友思考一下之后，我们就公布答案喽。好，大家一定都选好了，对不对？我们来看 A 选项
A 选项拼命救他，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嗯，选这个选项的朋友啊，是在男生眼中呢，那你有一点傻大姐，傻大姐哦。虽然呢、啊，你觉得你自己不够有女人味哦，但还是有很多男生觉得你跟你聊天非常的舒服哦，哦也会把你当兄弟看。对呀、啊，便当兄弟。嗯，真诚就是你的魅力，你不用装作小女人，只要多多充实内在。和这个聊天的话题呀、啊， oh. 你就可以成为最受欢迎的交心知己哦。好，所以听起来不是很吸引人就是了。对，拼命救他就是一个傻大姐，对，就是傻到可能连自己的命都赔掉了这样子，称兄道弟。好，那么来看一下 C 选项哦，就是体贴倒杯水给他。那你这种女人，你在男生的眼中呢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这哪里是善解人意？我也不懂哎、欸，好，虽然不是很多话，但是却很温柔、嗯，看起来就是会对男生很好的那种类型哦，容易被忽略的类型。好，他说你的你增强电波的方法是炫耀出你的温柔体贴，建议你呀、啊、可以多穿今年流行的粉色系。基本上觉得心理测验已经疯了吗？粉红、粉蓝、粉黄都会让你很美丽，成为超人气美女哦。我们直接来跳到 B 选项吧。大家应该都很多人要都像我们一样选 B 选项，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B 选项的内容是：你的魅力实在令很多人无法挡，超准的。超准的，太准了，太准了。好，这个平时啊，你是蛮有自信的，嗯，只是在遇到心仪的他的时候呢，有点这个羞怯，嗯，但你掩饰得很好哦。哇，在男生眼中，你可是个有自信的小美女，但是在勇气还有胆子的方面，还要再加强，才可以令大家耳目一新哦。什么意思啊？莫名其妙是怎样？这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心理测验啊。好奇怪哦。好像是鼓励我们自己去告白倒贴的意思。对，这样只有勇气了。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美女、啊、不可是你要透过穿衣服啦，还是要透过内在啊，充实。对，希望你都可以吸引到男人的目光、嗯、到时候帅哥溺水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对，好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心理测验哦。那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与王小姐谈心。就爱给你欢迎来到我们青春期有话大声说，我们现在接受大家的 call in 哦。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哦。喂，请问你是？我是从北京打来的，姓王。王小姐，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我也没事儿，很无聊的，听到你们节目打打看，就接上线了。是我们这个节目没人听的意思吗？不然王小姐你就说说看最近发生的事吧。我也要近况报道呀。对啊，毕竟我们这个单元就叫做与王小姐谈心嘛，所以各位王小姐们赶快拿起电话打进来跟我们谈心吧。小姐小姐干嘛？你就是我们心目中要找的王小姐吗？我怎么知道？啥都不知道就打来了。干嘛要讲一次片头吗？要重来一次片头就对了。好啦，这个单元就是我们的与王小姐谈心、嗯、就是我们的近况分享。那近况分享呢，因为呢这个我们要跟大家闲话家常嘛，也表现出我们很亲切。亲切啊。对，就是有种在你家隔壁的 Ho 醋逼的感觉。Ho 醋逼咧，干嘛聊八卦啊？啊，隔壁的王太太了。王太太都跟老王在那边瞎搅和。想偷偷看他们去超级市场买菜，什么？哎，手牵着手，不要脸。好，没有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透过这种近况的交换，嗯，更认识我们。
好，所以呢，这次的近况报道要谁开始来起这个头呢？我对消化饼的近况很有兴趣啊。消化饼的近况哦？对啊。好，那就我先来好了。好啊。消化饼的近况呢，有两件事要跟大家分享。哦，多的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上次的在节目的尾声，是我好像有跟各位听众预告一下，预告说，可能又会有一笔败家的计划，要花钱撒下去了。是。然后呢？没有错，因为我开了这个，开了这个金口嘛，君无戏言，你以为是谁啊？你还一言九鼎嘞？对，所以我就为了要履行这个跟听众的承诺，所以我一定要买下去，最好才不会有失于我的这个威信。哦，随便啦，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下去哦，我就真的付了这个钱，然后大笔的钞票就这样从我的荷包中飞走了。大家听众一定很好奇，就是我究竟到底买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脑筋急转弯动一下，我们十分钟后再回来。十分钟大家该走了吧，不想听了。好啦，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大家记得上次败家败的是什么吗？单眼相机。对，没有错。那这次我又买了一台单眼相机哦。浪费钱，败家子。好，我在这边特别要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单眼相机它跟我上次买的那台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它是一个底片机，更败家，还要再买底片。好啦，因为就是为什么会特别想买这个底片机呢？玩摄影的人可能都会知道，因为就是最近我有很多朋友，周遭的朋友都在玩摄影这样子，对，因为都在玩摄影呢，所以会有一种 peer pressure。 什么 peer pressure？ 小布就没有就对了。小布一向就是很看开的，他完全不跟随这种，不跟随盲目的潮流。好，没有关系，那这个盲目的潮流就由我来跟随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会 po 一些照片啊，在 Facebook 上互相竞争。讲难听点就这样了。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说，输人不输阵嘛，是，就配备至少要齐全。就自从因为这个 Facebook 很发达之后，是，我就终于体认到，就是你在玩底片机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个色调，还有散发出来的那个气质，是完全跟数位是不一样的。真的有差那么多吗？数位就是会给人家一种很做作的感觉啊，真的哦，是哦，就是它很阳刚，它线条很锐利哦，对，所以比较没有那种柔壳的感觉，是吗？对，可是底片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有一种柔肤效果，就是除了柔肤以外，然后呢，它的线条就是相对起来比较柔和，然后呢，会有一种比较艺术的感觉。所以如果两张照片在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情景就是那个模式也差不多，你可以分辨出来哪一个是底片机照，哪一个是数位照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分不出来的。我觉得只要是这个慧眼人啦，是大家自诩为摄影人的我们呢，应该就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好，我们期待消化饼的那一天。尤其是底片，它会有一种特殊的那个刚刚讲到色调，而且会有一种颗粒感。颗粒感。对，就是会比较有那种胶卷，就是散发出来那种复古的胶卷感。你知道喜欢玩底片机的人呢，他们都称自己是银盐的爱好者。银盐，银盐，那个银就是 silver， 银色的银，然后盐是盐巴的盐。哦，银盐的爱好者是说洗照片的那个？对，反正就是底片就是银盐，就是一种高级的称呼啦，这样子。对，所以下次人家听到说啊，我最爱银盐的滋味了。就是说底片的意思。对对，那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好，然后除了这个底片机嘛，那当然底片机，我个人是买的那台叫做尼康的 FM2。然后这台 FM2 呢，大家不要想歪了，迷幻药吗？对，可是呢，它一样是会给你一种很迷幻的滋味哦，所以才叫这个名字吗？应该也不是啦，就我这点小小的心得，自己做的联想。对，我一拿上这个 FM2 哦，是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是我就觉得昏迷了。对，我昏迷了。哎呦，如果你没有用过底片机的话，就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什么？你就是要买底片。好废话哦。好，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底片很多种不同的，很多不同，比如说柯达出的啦，富士出的啦，所以有差别是不是？每一种底片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个性。哇塞，真的假的？对，它的发色啊，然后跟那种，所以用哪一种胶，就是哪一种的底片有差别。
很大的差别。哇，是哦。对，因为像数位的话，你可以调什么人像模式啦、风景模式。那其实是底片的没有办法。对，底片机就是要靠这底片各种不同底片的这个色调的关系，就会洗出各种不一样的照片这样子。就是因为底片的关系，所以我最近常常败家买了很多卷这样子。底片应该还好啦。对，像我说每一卷都试试看呐、因为还有彩色，可以玩黑白底片呐、你还可以玩，就是如果是摄影人都会知道有一种技巧叫做正片俯冲。就是你可以买一个正片，那正片通常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类似像幻灯片那样子，就是它洗出来之后那个照片它还是原本的颜色，就是你可以在灯光下这样看，那正片通常就是颜色会比较饱和这样子，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正片俯冲，就是用负片的手法去冲它，对，然后冲出来就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就会很 low 某对 ，Lomo 的特性就是很对比度很强烈啊， 就是然后色调非常的浓啊， 然后有点就是很脱离常，对，很脱离常轨，脱离你原本眼睛看到的， 就完全不一样的色彩这样子。然后还有我那时候买是我是在网络上买的，因为现在 FM2 已经没有真正产了，对，已经停产了，停产。据说在可能30岁那左右的人，就是十几年前才有吗？才有第一手的，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是玩摄影的人人手一台的国民机这样子啊，是哦，对，它有机械不死鸟的称号哦，就是可以，就是到现在都对。到现在都还不会坏，因为当时的价格是算平民化的，是吗？当时的价格就其实也是蛮贵的、就是跟现在的单眼一样。对，因为那时候的人收入比较低哦，对了，所以对他们说还是很贵。可到目前为止，就他也没有任何降价的迹象，对，应该是不可能哦。但也还是很贵，因为很多人就是像我们这种文青啊。就是都认为 FM2 它是个 legendary， 哎呦，很传奇性的东西，传奇性的东西，所以价格就不断的被二手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飙涨，对啊，好啦，所以到最后买了不也是很贵，然后现在就是我预计，因为我礼拜五没有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五的下午、怎么样，都会找一个就是在台北市，你打开你的 Google Map， 哎呦，然后搜寻一个地点哦，然后找一个名胜或什么之类、或是你没有走过的地方，然后你就去那个地方，哇，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那个不同的人文景观还有氛围，哎呦，好酷哦。对，然后就是每天每个礼拜都很期待这一刻这样子。所以你就像一个人去坐的捷运吗？就到处晃这样子。有时候走路，有时候坐捷运不一定啊。好酷、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台北这个城市的美好。哇，你可以拍旅游广告。对啊，旅游书馆找我说一下好不好？有没有？ OK 啊，我写的一定可以。OK 啊，你比任何的部落客都好啦。对，部落客是不是配上精美的照片？对，所以旅游书的出版社们，赶快来找消化饼联络哦。我应该会写的比汪东城啊，或者贺峻翔好吧？他没有出旅游书哦，有写真书，写真旅游书啊。他们已经在写真呢。哎，对。好的，消化饼也试着。修片修片呢、好好好，反正就是这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第二件我要讲的事情，就是我昨天没有错，就是昨天我去参加了台湾一年一度非常盛大的一个嘉年华会哦。对，这个嘉年华会是什么活动呢？不相信大家有一点心里有谱了，可能也不知道啦。好啦，直接讲这个活动是什么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台湾 Gay Parade。而且台湾 Gay Parade 呢、你要翻成中文。对啦，同志大游行是。对，那同志大游行呢，它都是已经举办了，刚讲举办9届嘛，然后每一届都很有看头。哦，那这一届有什么主题吗？还是这一届主题叫什么？彩虹征战，骑士滚蛋。因为今年如果你有比较关心时事的话，是，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就这一年有关于同志的一些歧视的案件比较多一点。歧视是说比如说今年年初就有关于同志教育要不要进入 国中小课纲。国中有吧？国中没有吗？国中不是有讲，他们就说就是不要让小孩子提早接触到这一块的认识这一块这样子。所以要排除吗？是吗？你完全没有报道这个新闻吗？没有报道这个新闻啊。你知道真爱联盟吗？不知道耶。对不起哦，我个人是不看新闻的。没有关系，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有人来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台湾教育部他最近发行了一个手册，那个手册是要给国中小的教师们看的哦，就是要先教那些教健康课啊或是社会课的人，然后一些有关于同志的一些知识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可以在
如果教学生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比较有资源。那听起来不错啊。对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会有一些宗教团体来搅局哦。宗教团体就跑过来啊，然后说你们这样子让同志的议题摆在国小的课本里面，是你就会让小孩子变成同性恋。好好哇哦。那你怎样？你把法西斯或共产党的思想放在这里面，他们就变共产党？纳粹啊，纳粹万岁！法西斯吗？对，所以就是吊诡的地方啊。因为林良堂了，我在这边直讲了。哇哦！所以台北市的林良堂，他们是本身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嗯，对，他们竟然做过什么事情？包括什么？好像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佛像，然后他们就是把它什么拆倒啊，什么之类的。啊，去拆倒人家的佛像。然后不然就是说哈利波特是恶魔啊，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琳琅堂干的就对了。他们有点激进，对，他们把触角伸到了同志议题这个身上，他们就拿同志开刀这样子，他们就说刚刚讲的会让小孩子变成同志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展开一个很激烈的辩论。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联署好像上万人十万人，有这么多，反正他们就哄骗啊，他们就说什么家长啊其实也反对，他们就是用一个很温和的语气，然后说我们是家长，我们很担心，就是担心的家长，担心的教师，然后觉得这样子对小孩子的发展可能有一些影响啊或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只是讨厌同性恋而已，这样子。对，这是年初的这个事件吧，闹得很轰动。然后之后还有第二个事件，是马街吗还是长庚，我忘记了，反正某家医院的一个跨性别工作者然后被开除了。被开除了，对，然后就因为他是跨性别这样子哦。然后呢，然后第三个就是最近一个台大就是输血艾滋病那件事情，对，然后也是那个跟特别讲同志应该没有关系吧？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同志身上啊，说他们去捐血，然后不注明自己有艾滋吗？然后造成艾滋病这样子，因为他捐的时候是空窗期，他自己也没有，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没有发现，对啊，對，然后就造成感染。这个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吧？就只是第一层啊，第二层应该医院还要再筛检一次才对啊。所以是医院的问题啊。对啊，但大家就会觉得，因为刚好那个捐血的人，捐艾滋病出去的人是一名同志，所以大家又再一次的把、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同志就对了。对对 ，OK， 就是同志就是艾滋病的乱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反歧视，整议题有点刚刚讲那么多有点严肃啦，但其实同志大游行一直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对啊，就是大家会打扮的非常的各种新。因为我有看到各种很，我开车经过，就是我坐车经过有看到，对对，奇装异服是惊世骇俗，比 Lady Gaga 的演唱会还要精彩这样子。对啊，不管是他只穿什么小裤裤啦，穿丁字裤啦，或是穿皮衣皮裤啊，或是穿什么神线呐、什么叶子啊，什么线索啊，什么嘉年华、森巴、就是你想到的任何的主题都有，都会在那个就是穿着打扮上出现，就是同志真的是费尽心思在抽，就是在准备每一次的这个上街一次的机会。然后就是这次因为我去参加嘛，然后这次有点搞乌龙了。怎么了？参加的时候结果就是有点晚到了，然后又不知道这次刚好有分两个路线。哦，有两个路线。对，就是因为太多人就要分两个路线，结果嘞，然后结果因为我要看的就是水男孩水男孩就是一个就是 always 只穿泳裤三角低腰泳裤的团体。哎呦，然后身材很不错嘛。对，我已经连续看了四年了。OK， 大家然后今年也要去看。好，结果我跑错那个路线，所以结果没有看到嘛。就到后来我就哭了。没有了，就必须要研究另外一条路线在哪里啊，就赶快匆匆忙忙跑过去。然后就是就跑得气喘吁吁这样子，然后到中间就觉得有点空虚因为就是街道很安静，因为他们还没有走到那边嘛就是一直很安静这样子对，然后之后除了这以外呢，然后今年的彩虹大使叫做张璇张璇就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呢，我就每次听完张璇都会觉得很一种很平安的感觉。哎呦，平安的。就是他会讲很多就是很 touch your heart 真的哦的话，他是这样的人耶，他感觉很然后他酷吗？对啊，所以他就是速度会让你觉得很温暖的想要落泪他就唱了他的什么 Beautiful Woman 啊什么宝贝啊然后就觉得哦
候 很被触动，然后他还就是现场就揪了一个下面的一个女生，嗯，然后上台，然后跟他玩嘴对嘴的亲亲这样，哎呦，然后就全场就陷入高潮，对，就很有趣啊，就是他挺同志已经挺很久了，就是 Beautiful Woman 这首歌就也是特别为同志而写的哦，真的哦，大游行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欢乐的活动啦，大家可以去看看，就锁定一下明年，如果你今年就是刚好错过的话，明年应该还有机会去看他们、就是、所以应该也有很多不是同志一起来游行吗？对，不管你是不是同志都可以去游行、嗯、就是你要走在路上，然后就是看，就是光是看还有拍照或是什么、嗯、就完全的值回票，对，也没有票价，其实还蛮值得参加的一个活动嘛，就是让你的眼睛受到非常强烈的视觉的冲击，这是一个欢乐的场合，就是同志大游行。 OK， 那接下来请小布来为我们报道他的近况吧。哈，就从同志大游行跳到我这一块好像非常的不搭嘎。好，没有关系啦，只想抱怨我的无聊的生活而已。就是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修另外一个课，叫做动物生理学的实验课。动物生理学听起来有点不知道科学了吗？对，就是实验课嘛、嗯、我想说既然辅系了，就是我有辅系生科嘛，嗯，所以既然辅系想说就好歹去上上看那个实验课到底在干什么、嗯、而且一样缴那么多的学费，是不是好像实验课有可以有机会碰触到一些很酷的一些器具啊或什么的。当然啊，对，而且它真的很，我觉得还蛮好的耶。我们那一班它有分两班嘛，周三跟周四，我们周四班才三组，一组才三个人、嗯、对，我们两课才九个人，所以是小班教学这样，是不是？而且还有五六个助教，哎，这太多了吧，是不是很酷？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待一个助教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就还蛮不错的。这样就做实验也还颇有趣，就是啊，除了解剖青蛙那个部分有点可怕，就是你解剖了。当然，我们那一组有就是见义有为的男士们，会自己就是自告奋勇的就先过去，嗯，帮他处理这样子。所以你做了什么事？可是就但之后好像还是会轮到我哦。什么意思？你们要轮流解剖？一定要轮流到一次？你们只有青蛙需要？就一直解剖它，是不是、也没有一直，因为我们需要它的神经啦。嗯，就我们要就是做一些就刺激它的神经，然后看它的动作变位，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电位的变化。哎，我手麻嘞，就是还蛮恐怖的啦。嗯，其实解剖不恐怖啊，恐怖的是你要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让它死掉，就像什么脊椎穿刺法，就是你要找到它一个那个头顶正中央的位置、嗯，然后拿一个小针这样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然后这样戳进去，然后让它整个腿样伸直，嗯，这样才可以。因为就是我们要研究它的神经，不能让它自己有一些，所以你们有诵经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并没有啊，就它，而且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那位男士手法有点笨拙，因为第一次嘛，嗯，所以流了很多血，他没死，好可怕、哦，有点对不起那一只青蛙这样子。May he rest in peace. 就我觉得还蛮难过的，好可怜哦。然后好了，这不是重点，做实验还蛮有趣，但重点来了。嗯，他竟然要我们写个人的报告。嗯，真的实在是令人非常痛苦，你知道吗？做完实验你要写个人的报告一份，然后下个礼拜就要交了。内容是就是讨论，还有一些讨论的问题，你要照就最基本的学术论文的，也不是学术论文，就是基本的实验报告格式。嗯，就是要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还有参考资料，好吗？分成这个五个部分哦。我不能只是像之前习作一样，只用画画图吗？当然不可能，在国中哦。记录一下数据就好了。画画那个细胞图一样可爱就可以了。嗯，对哦，我们还要拿那个数据。嗯，就我们会存很多的数据回去，嗯，然后你要把自己再绘成一张图。就 Excel 自己再绘成一张图，嗯，你知道我每次光是画图就花了六七个小时吗？有这么难画？这超难画，因为你要找那个他给你的是那个文字档，哎，就 TXT 档，嗯，然后你要回去拉找到那个数据，那一长串数据，然后把这样框起来，然后再画成图。哇！他不让你直接复制原本的图，然后贴上，啊，所以有够贱，就是很烦，你知道，真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子，大家图都花很久的时间呢，嗯。而且更可怕的是你就是报告写不好还会被 R 欸，是被退回来然后再修改再交吗？对啊，不然退回来你就放弃咯。对啊，不是这样子吗？退回来就是你没有分数啊，哦，就是你退回去以后你要再交啊，而且这样交它自动降一级啊，就是你被退过一次再交就是自动降一级，比方 A 加变 A， 就是 A 减变 B。 那如果我被退四五次的话，那不是就没分数了？
对，基本上是哦。那也不用教啦。你刚才想都不用教好不好？助教没有那么过分啊。哦。对，我一直担心说我会不会就是被 R， 结果是没有啦。不过分数也不怎么好，就是了。对。然后更恐怖的是，他竟然还要口头报告，就要报告第一、二次做实验的实验结果，然后自己做 PowerPoint，自己上台报告7分钟到10分钟，一个人呢。然后你要准备两份，因为有两个实验嘛，你不知道你会报告哪一个，所以你要准备两份，当场抽签哦。这真的好麻烦哦。你干嘛修这个课呢？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而且在停休也来，就是好了，我个人不喜欢停休啦。我就是觉得哇，实在是也太辛苦了一点吧。而且重点是这么辛苦，你知道他只有几学分吗？几学分？只有一学分。什么的、啊？搞屁呀、啊！对，一切的辛苦都白费了，这样。好可怜吧？好啦，就我本来一直很担心口头报告的事情啦，结果还好，上礼拜呢，第一次口头报告的结果就是还可以这样子。但是教授说我是 nearly perfect， nearly perfect。所以你刚讲那么多，其实只是要炫耀这最后一句吧？被发现了。没有啦，就说还不错啦。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讲得很烂呐、啊，因为我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知道，就上台整个慌啦，然后就照着 PowerPoint 那个大纲讲，然后其实就我自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可能被你的声音给迷惑了，美色美色。对啊，对啊，反正就是心里哦小小的高兴了一下这样子。哇、哦，真的太辛苦了。你会因此成为 teacher's pet 吗？不会啊，不会不会，真的。哇，就哎，实在是太累了。就各位读三类组的同学们，我们敬佩您。真的，哎呀，我只是辅系嘛，玩票性质，玩票。所以呢，这就是小布的近况。对，好，那最后我们这个单元呢，王小姐听了这么多近况，是不是一样觉得最近的生活多彩多姿？好，那我们接下来放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我刚刚讲的彩虹大使张璇所带来的《Beautiful》。我们这个 MV 一样的是很有趣哦，就是有关于一些女生和女生啦，男生和男生，就是一些亲热的，哎呦，有很多吗？亲密的接触，就是让你感到很开心快乐的一首歌。好，那我们起来听来自于张璇收录在《城市》这张专辑里面的《Beautiful》。